垃圾啊！对面也菜，啊，好恶心！我你怎么你老喜欢玩这种破逼辅助啊？有没有发现别的辅助是不要打三吗？你听我说，你没有发现低就是高段局打那种寒冰辅助很牛逼，但是低段局还是要泰坦这种装置的，没有发现吗？没错。一个高端局也要一个低端局，他选个逼会选个寒冰，然后呢一抓就死，一抓就死，没有他玩不明白，还喜欢寒冰都随着网站的排位一堆傻，懂懂吧？这是我的理解。我的虾的思路肯定没问题啊，主要是一搞就没用了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十五吧，不要了，太强了。都是抓死。I will find my love again. You so little. 这把狗头恶心。哎，我排到你那把死光老头了，叶哥，就是你说那死光老头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，我减分，这一人妖，我说句实话，排到了，真爽。简单分，偷分，现在偷分。你看我这把的畜生阵容啊，东单。卡炸的打野凯你上单停，我这还是个破逼会。我说句实话，对面这个下路菜的要死，对面打野无限抓我，打野稍微有点用我就随便打三，这辅助稍微有点用，对面无限抓我。啊，这把不玩了，现在。我为什么不敢抓就该死了？我为什么要玩的那么恶心啊？这帮菜狗队友凭什么要带他们赢呢？他们这帮菜狗，我就要跟他们换分。老子运气差掉点分。怎么运啊？你妈！我操！老子被指挥了。老子运气随便好一点，我随便连胜。你就有种把把我队友崩吗？把把是废物，选这种废物英雄。对面打野可以这么玩游戏啊？啊！哎呦，这逼养的，老子真啊！我要打韩服的拼星号，兄弟们，月里的妈呀，月！啥鬼？你看对面这打野，他是个死妈了，我问你。这能拼星号叫我帮你抓，你不是害人吗？来，继续来抓你。哇，兄弟，这是不可能越的呀！主要是，啊，真不想打这种局。韩服除了顶级局好玩一点，其余的局都可以下去。Been slain. Without blood, dead meat not.
哇他的真带我觉得要回家出装备了，你们知道吧，我敢我你们知道吧，他要我帮他推信，真背的鼻子。She was the star that lit my path. Without her, darkness. 我要冲进滑板鞋。Executed. 啊？我怎么是滑板鞋？啊，这种分段会变菜，兄弟们，信我，打这种分段会变菜，鱼龙混杂。垃圾牌以上吧，在我兵力还能让他捡起来。今天这个打野真死妈了，啥可就在他爹下面、嗯、哎也就是个破壁会辅助，不然这傻狗三级来的时候老子把他三杀了，真的换个鸡巴稍微硬一点的硬辅那不随便三杀的，今天太垃圾了，一点用都没有，除了恶心一下对面，真打起来就是他妈软脚下。八中三个，这他妈弟弟你能杀他呀？啊，猪逼呀！阿影进野猪，进上影，这人马。My force scour the world, nothing will escape.打不过他，This mist has but one cure. Right, fight. Oh.We were beautiful once. Oh.累了，不想打。这 B 节奏非要带一波节奏。啊，这 B 是畜生啊，这 B 是阿卡丽啊，我他妈听到信号了。我废了，家伙！好破
冲他一波就好，冲他一波野区不是随便怼的人马干啊。没脑子的兄弟们，越打越没脑子，脑子被这些逼人搞坏了，都要回家休养生息的兄弟。对面谁？鸡巴本地的，对面都是。老子真被这些逼搞坏了，有一说一。用真的来说，上路就发育就好了，也刷不了，兄弟，也不可能刷呀。那对面就这么离谱，有点远。对面很夸张的兄弟们，这韩服中吃中吃皮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不如国服赚皮可以。但是我已经深陷其中，只能跟你们说，我深陷其中。你看，就这波对面他妈的，我们黄板也有大，那么这里的黄板也有大的，你看，能怎么？我就深陷其中了。就证明我的脑子也坏掉了。还是非常，你看离谱不？所以说主播这波杀人了，但主播不会夸奖自己，这是我应有的操作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知道你们为什么喷我喷这么狠。你们知道吧，打这种菜逼应该从头杀到尾，而不是搁那里磨磨唧唧，你们懂吗？我的兄弟们，是这个理吧，兄弟。啊，有问题打的，就是说不能一天天打的。真被搞老子搞坏了。投不了，打高端级吧，我是要打高端，这种低端级搞不了。那比你看对面打野 ID 密十六 cm， 你妈的十六 cm 也要挂个 ID， 你想哥他妈的二十 cm， 像你这样子了啊？你看这小学生，你们知道吧？
打野孙吃张顿飞，真别搞，看都没看过。来，是兄弟，这波像你妈第一人。哎呀，我操！这人有问题，直接大刀砍死掉。啊，多练吧，菜就多练吧，兄弟们，现在真有点菜。打韩服把翔哥打菜了呀！没打韩服之前，我光鲜亮丽呀、啊，国一韩二。打完韩服之后，感觉本地人了。韩服不能打久啊，我真有点有失于我破败之王的风采，知道吗？最多这波赢了。什么？可以插风，还真不是因为高手王，就是因为菜逼太多，就是因为人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，打完这把 A 派是吧，兄弟们，打枪吧。老几个兄弟打枪吧，兄弟，好久没打枪，应该是没打枪的人。一直玩一个游戏，脑子会出问题。好。两K成绩，我不知道要你教我做出来，我好难过。
这还不菜啊，对面，对面你们不像人机啊，五六百分。孟宝找韩服吧，孟宝，韩服都是菜的，随便上吧。哎，老夫溜你个傻狗啊，卡莉还想杀你。伊亚卡莉在盯着你爹是吧？啊。我累了，兄弟，我要走掉。没事，兄弟们，感觉要转运了，一个人拍一晚。感觉从这把开始应该就要转运。沉寂底层 OK 我